杀小啦，杀小啦，杀小啦，为什么都在我后面？啊，你妈妈逼吧！妈妈，妈妈的背影有点 sexy 呢，浓鲜合度。妈妈不要这样子啦，妈妈了，杀小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来，来，开始吧。哦，他就是这个姿势哦。他就是保持那个姿势死掉的那个女孩，她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，然后一个献祭的姿势死掉了。他们好像怀疑她是自杀还是什么的。If you love once, now make it up again。哦，所以我们是那个他的爸爸。他们几个人是要来帮我们跟这个灵体沟通的。我靠，直接开完了、哦！阿小，他们头怎么都扭掉了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那是幻觉还是怎样？为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场景不一样了？阿小啦！小啦，为什么都在我后面？他怎么突然贴我脸呢？为什么他突然在我后面？我问你妈！关起来了。啊！他们在哪干嘛了？他们在哪干嘛了？他声音吓到我，第一时间没看到东西在哪，往右转才看到。嗯，电哦，刚刚拉那个电好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不要！什么东西？爸爸被吊死？为什么？那是爸爸吗？爸爸被吊死了。19980523呢？可以开那个密码门呢？你还是说中文好了。喂，中文打来干嘛？中文小谁？哎呦妈的人，击杀！妈妈，妈妈的背影有点 sexy 呢，浓鲜合度，为什么这样爸爸还要外遇呢？妈妈不要这样子啦，妈妈了。妈妈平常练瑜伽啦，就是这样子爸爸才会外遇的啦。爸爸扛不住了，妈妈每次都要玩一些新招式。
在干嘛？怎么看起来像医院呢？什么意思？所以我们妈妈在爸爸外遇之后没办法承受那个压力的，邻居的闲言闲语，还有爸爸是不是冷处理怎样的，他扛不住了。会不会我有一天也这样，开始光压力太大了，承受不住了去看医生，然后治不好反而更严重，压力很大又只能靠暴饮暴食，我就变得更胖，之后没办法承受任何人的批评和歧视的眼神，在路上别人只要看我，我就觉得他在嘲笑我胖，我就直接爆气冲过去把炸鸡塞他屁，塞他嘴巴里面。地下室的密室呢？医院里面，怎么这么多面镜子？腰，要玩通灵版了，开玩。Sara， 你在这吗 ？Sara 在吗？在耶，他在。你在哪里 ？I'm behind you。他在我后面。没东西啊，没东西啊。像啊小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这不就来了吗？Catch me if you can。还叫我们抓住他。来喽 ，Sara， 爸爸来了，爸爸来了。哎，这是回到过去的概念吗？What the fuck？ 所以这是女儿是不是？女儿也想要回到过去，她把自己的心脏先借给撒旦。她这边说，既然你现在你已经回来了，看起来这个献祭好像。献祭仪式好像起作用了，很开心见到你啊。怪怪的，怪怪的。啊妈呀！啊？Forgiveness, sacrifice your head。不想哎，我不想要哎。怎么样？他叫我们哦，不要，不要。Five minutes later， 要不要？出不去了，祭品不够，出不去，我回不去了，好远。来，把我们的手献祭上去。手没了，没事，不能靠靠而已，问题不大。把我们的眼睛呢、倒杯哦，右眼没了。那什么？那心脏哦，心脏也要，就活不下来了。留下来陪我。Let's go home， 回家吧，爸爸。所以这是一个整个家庭居居的悲惨之旅啊！爸爸先搞事，先外遇一波，接下来妈妈俩拱，然后开始虐待女儿，之后女儿被虐到已经黑化了，再接着献上自己，召唤爸爸回来，悲伤结局。
可以给个88分呢、啊，88分，这款还不错，还蛮有料的。杀小啦！杀小啦！杀小啦！为什么都在我后面？啊！不能两个跑了！杀小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真的蛮有料的。